你派景儿去哪里？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景儿，保护景儿的人应该是光海君殿下，现在也是，将来也是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逃跑？您可是王子殿下，如果我不是殿下，就可以吗？抛弃王子的身份，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我已经都忘掉了，殿下您不用再操心了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果汁女神》。